病房治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四，委员张立善等拟具农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十五至十九，委员王惠美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惩治走私条例证人保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零至二一，委员蒋乃馨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药师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二，委员黄昭顺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三至二四，委员刘建国等拟具灾害防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曾明忠等拟具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二六，委员王定宇等拟具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二七，委员李彦秀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八，委员陈学胜、二九委员何新纯等分别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均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三零委员周春米、三一委员蔡逸瑜、三二委员林维洲等分别拟具刑事诉讼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三委员蒋万安等拟具国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四至三五委员吴其明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六至三七委员吕玉玲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就业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八委员王玉敏等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三九委员吴坤玉等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零行政院函请审议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四一至一三三卫生福利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交通部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劳动部国立故宫博物院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化部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三四至二一二零一，卫生福利部、司法院、交通部、考试院、全序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务部、内政部、经济部、劳动部、中央研究院侨务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行政院行政院主计总处、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国防部、国立故宫博物院、公平教育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二零二至二零六，司法及法制、交通等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提报院会请查照案。二零七至二一一，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民进党党团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委员刘世芳等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三至五，委员余婉如等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立法院议场规则、立法院各委员会会议事规则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六至八，委员吴志扬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国定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草案、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至一二，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预决算案提报院会请查照案，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这个请问委员有没有要登记发言，那么或者对于这个议程草案的报告事项或咨询事项有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个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就通过。我们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那么在工作议事人员宣读的同时，那么各位如果要发言的话，可以到主席台来登记发言。好，请宣读。讨论事项第一至三案三读通过，以上三案予以删除。四，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四今年五二零新政府上任后，就十二年国教新领纲之研修与启程，再进行通盘检讨，请公决案。五，亲民党党团建请决议，针对杜飞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之管辖权裁决，应作三项国会决议，请公决案。六，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售案，四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七，委员严宽恒等建请决议，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办理相关迁建事宜，请公决案。第八至九案，国民党党团撤回复议，以上二案予以删除。第十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第十一案，民进党党团撤回复议，本案予以删除。
议事处政列十二会计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十三20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等十四案十四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重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一五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要求行政院重新公开清查不当党产向全民交代网站并公布清查结果请公决案宣断毕。好，现在这个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有一位登记发言，现在请登记发言委员第一位蔡培慧委员发言。蔡委员发言结束前，我们就可以继续登记；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再接受登记。好，请蔡委员。主席及各位委员好，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建议列案顺序如下，那议案名称可能要麻烦议事人员宣读。好，我们请议事人代为宣读。第一案，20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审查总报告案。第二案，20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案等十四案。第三案，会计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案，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要求行政院重新公开调查。清查不当党产向全民交代网站，并接续该网站之清查结果，就中国国民党不当党产后续之变动与流向进行清查，于一个月内公布清查结果，请公决案。第五案，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行政院及教育部撤销2014年2月发布之普通高级中学国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微调，并全面暂缓12年国教领域科目群科课程纲要之研修及审议程序。是今年5月20日新政府上任后就12年国教新领纲之研修与启程再进行通盘检讨，请公决案。第六案，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行审议中加转收案，是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本案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暂行审议，请公决案。第七案，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这个蔡委员提案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讨论事项照蔡委员提议修正通过。好，我们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四案，二依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应提起诉讼者共三案，三一立法院职员刑事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的机关处理尽负者共八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就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我们散会，谢谢各位。